咱两个月间都发生三件的公安事件，甚至27号、28号，他嘛是搁火烧厝吼。啊，即马是因拄啊，强调勒令停工，伫咧整修的所在，所以民众今日利用这时间来甲因乘客，啊，希望讲即个空污也好，啊，即噪音也好，即个行路安全也好，一并甲咱个解决。我希望讲，即个咱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因为咱个要求，咱个信心是未来是做咱个好厝边，毋是伫咱地方个毒瘤。